看第十二题，我们来求这个函数的反函数，我两边哦给它呢取对数，哇，这就是 y 啊，两边取对数叫 ln 哈 y 等于 x 的三次方，好，啊两边的话再给它开三次方，所以 x 的话是等于多少？啊，这 f 哈反函数 y 给它开三次方，就是 ln 哈。y 啊，开成什么？好，那我现在把这名字换掉，换成 x， 就得到这个反函数，等于呢 ln x 开三次方。